还有多久到你家呀？快了快了，我爸说来松果街咱们。哎，还剩我来吧。千岁，哎，妈。叔叔好，我是千岁的男朋友。哎，你好你好，快上车快上车，姐姐太晒了，快快快上车。啊，我给你擦擦。到家了，快进来吧。孩子妈，千岁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 刚好菜炖好了，快进来吃饭了。来吃吃吃，这都是千岁他妈亲自做的，可健康了。那谢叔叔，这馒头真白啊！来尝尝我的手艺，这菜呀都是粪浇出来的，没用化肥。今年这黄瓜呀，大丰收，走的时候呀给你捎着点。妈，别说了啊，你尝尝尝尝，快吃菜。千岁，你家的厕所是蹲便啊？哦，是，都不用冲了吗？我刚差点掉下去。 你也要离开我了，对吗？啊，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你们家穷，你没说你们家这么穷啊？哎呀，你是小琴吧？饭好了，哎，新衣服，别碰我自己来啊！干嘛呀？我说了不要不要，你妈非得给我塞进去。这都是我妈亲手腌的鸭蛋。弄我一车味儿，你自己回去吧，这破地方我再也不来了。 是我配不上你，我们分手吧。你的条件是比我想象中的差，所以我们是先去厕所还是先买车？你就是厕所不方便，来回有点远嘛。这些都交给我，买辆车，我们回来看父母，又更不方便。阿姨做的菜又这么好吃，人家的工作又这么好，我可得经常给你。阿姨，我来帮你，生意可真好，下次我可得早点过来给你学习。 等等，许贵吗？嗯，过来找我，五河饭店。啊，我公司有事，我去开个会。可今天是你生日啊！哎，外套都忘记穿了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我刚好呢。 今天就是跟妈妈简单吃个饭，认识一下，不要有压力。嗯，我在山东路，来接我。怎么了？手机一直在响。啊，没事儿，方宇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我们改天再见吧。可我父母就在楼上等着呢，而且我们已经到家门口了呀。对不起，方宇，我真的有事儿。于千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见谁吗？你还要瞒着我？ 果然还得有你小男友威胁你才能来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我还要干什么？没钱了，拿点钱花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哟，还敢威胁我？别忘了，我手机里存的好东西。信不信我发给你的小男友，看他还会不会要你？我操！你再动他也是。兄弟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你这种女人在一起，你跟他脏了。操！ 怕我给他带来不够多，怕我再把来一波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怕他一个人承受这一切，受尽委屈。又来找千岁要钱了，也不知道千岁咋想的。该不会是被拿住什么把柄了吧？哎，你！张开了眼睛，望你手上飞奔往前。哎，你竟然全删了！赶紧滚！ 以后再敢纠缠千岁，我借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给我等着你！方宇，你不介意吗？我那个时候是被他的花言巧语欺骗，我才……你这么不就是我来了吗？相对于纠缠过去，我更珍惜眼前的你。怪我出现的太晚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我本来想当他爸妈的面孔，现在我等不及了。这枚第二钻戒绑定了我的身份证，一辈子只能买一枚。 是我想守护你一生的决心，千岁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修炼的情歌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。原来接你来的人会接纳你的一切，把这台来了来了来了，好了。谁懂我闲事儿？别他妈让我抓到你啊！算你走运。
哎，你的手段断了，是不是你有超市？我去帮你买一个吧。没事。你不是看不见吗？我不是盲人。 我只是弱视。这样会看得清楚一点，不过也只能看到色块。怎么了？啊，别走！你为什么跟着我？ 是你啊！你能认出我？我能认出你的味道，阳光的味道。我叫一千岁。我的眼睛小时候都有点意外。没关系，如果是鱼跃文，那一定另有安排。哎，千岁，你怎么跟着瞎子在一起啊？走了，别理这个瞎子。原本还想要个微信呢，没想到是个瞎子，还带真瞎子装。 哟，真瞎呀！他不是瞎子，道歉，向他道歉，快道歉！一天，今天啊，我们去。千岁，我的眼睛有治疗方案了。哎，哦，那是好事啊，以后生活也方便多了，也能看见你喜欢的。什么时候才见？千岁，等我眼睛好了。 我想第一时间看见那个有阳光的。是不是你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我记得那个，我一定能第一眼就。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？你要什么？在冷静，你说看星空看日落，不如看我的眼眸。 你好，只是因为你看不见，可当你能看见以后，你值得更好。嗯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你找什么呢？啊，综合楼。哎，方宇，你说那把小子又来找事了，没完没了了是吗？ 对了，钟楼在那边。哦。今天先带你熟悉一下环境。又不穿校服，还敢翻墙逃课？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主任？主任，我们穿了呀，绝对是学校出品，商标还在里边。要不我推了给您看看。拿上去。那你翻墙逃课呢？被我抓了个正着，你没什么好说的吧？不是，还没翻出去就给您抓到了吗？怎么能算呢？你笑什么？以后遇到这帮不穿校服的，别放远一点，这帮坏小子最喜欢欺负同学。嗯。 叔叔，你能帮我个小忙吗？可以啊，你就是那个方宇。哥，爸来接我们回家吃饭。吃，快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给我指过路。 方宇，就算那帮小子又来闹事了，怎么办？走。 走，我们去告老师。啊？